Gravity 成员提摩，家族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在当男偶像，因为爸爸不希望大家知道提摩是偶像，所以节日回老家团聚的时候，装成像是普通学生的样子。大伯还会关心他未来的前途，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所以提摩还假装困了去睡觉，借此避开亲戚们的闲聊。奶奶也是在提摩参加选秀后，有人向奶奶要签名，才知道孙子似乎在从事演艺工作，让网友粉丝们都表示不可思议，好像什么韩剧的搞笑情节，有着秘密生活的男偶像，在显赫家族无法公开的艺人身份。也有人疑惑提摩的亲戚都不上网不看电视吗？但粉丝们认为没在关心偶像的一般人，可能真的连 Gravity 这个男团都不知道。想象一下假装学生的提摩，感觉真的好搞笑啊！